产品优点。不锈钢模板，不生锈，不氧化，刚性好，寿命长。全封闭轴承，不进水，不进沙，不生锈，永久耐用。采用铝制轴承盒，长期接触水不会生锈。电器采用国内著名品牌正泰电器，配有漏电保护器，保证操作机器时的安全，保证了机器的使用寿命。机器撅杆两侧都用皮套包围，预防警徽。万向轮采用国内著名品牌环球胶轮，永久耐用。墙面打点，红砖墙面打点前先用水英墙面。下点中心离地面18厘米，上点可按你工人身高举手高度定，上下点必须垂直，横向点80厘米长一个点。阴墙打点必须在工作前一天完成。组装机器，检查包装箱内工具及配件。接通电源，220伏电压直接插上照明电插座，380伏电压接3项火电出的钢丝绳长度应与沥杆长度一致。安装天梁、护灰板、沥杆。我公司沥杆不用调节，只需上下号对号插入后，两边螺丝锁紧即可。第一次上下空转一次，打紧液压，把沥杆扶正，右脚上下踩，一直到踩不动为止。掀起撅杆，点动启动开关，机器会自动上升，到顶自动下来。
本公司液压装置不需要弯身锁紧，直接用脚踩上升踏板，松液压时只需用脚踩住放压踏板，沥杆自动下降。开始操作，先把下靠齿放在下点靠紧，把机器推到墙面顶紧下靠齿，另一人拿中靠齿靠紧上点，操作员用两根齿杆固定好位置。打紧液压，加料，点动震动开关，3到5秒后点击启动开关，打开输送带开关。故障排除，机器有时候因墙面不平或者有较大的石子造成卡机，
需要人工把这个机器开关按下，直到机器下来。机器抹出来的墙面是一字成型的，有时会留下一点痕迹，人工少做修理。机器下来不停止，检查行程开关关上没有，更换弹簧或者调整打油，输送带不转，调整感应塞，两个距离一毫米，感应塞后面红灯亮起是正常的，不亮的话需要更换感应塞或检查保险管，同时检查外面手按开关是否接线不良，更换钢丝绳，松开钢丝绳卡，拉出钢丝绳，换掉旧绳，效益与分工，使用方便，操作简便，省工省力，效益高，质量好。三人操作，每天八小时，抹墙500到600平方米。三人分为两个小工操作机器，一个大工对抹好的墙面稍作修理。
冲洗与保养。主要冲洗部位：震动电机、输送带里外、沥干套、万向轮、护罩外部、油牌标位，每搬加机油一次。机器使用寿命主要在于您的保养，不要粗心大意。